小米音乐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子璇，小豆子。十二的话呢，对于我来说是坚强 ；hero 的话，对于我来说是坚定。那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制作过程？首先，我对音乐方面不是特别的擅长，在关于写词上面，那我肯定也是第一次，就会感觉很紧张。帮我写两首歌的两位老师，特别是徐林老师，他是看着我就是成长两年，就会一直督促我。陆虎哥哥也是说，我写的词不一定是你想表达的东西，比如说关于比赛呀，或者是最后的结果，或者是你自己。的感受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。他会教我用写小故事一样的方法写出来，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和锻炼。我自己是有就是平时有写一些东西的习惯，其实因为已经过去大概五个月了嘛，你说让我重回当晚的那种感觉写出来的话，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因为我已经接触到了新的事物，而且觉得自己是往前进的一个状态了，所以是不可能又回到当时那么紧绷的状态，所以我会翻我之前写过的东西，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新的一些感受再做修改，这是我的一种方式。这两首歌是推荐粉丝在什么场景？十二的话，可能我一般想象的是睡前，或者是说你一个人，比如说很孤单，或者是说最近没有太顺利的时候，听一下就感觉给自己一些比较温柔的力量。像 hero 就是打扫卫生啊，打篮球啊，或者是说做运动的时候，给自己一些比较爆发的力量。比如说你打扫卫生觉得很累，然后啊，要光环的时候，就感觉贼有劲。哭吧，孩子。首先是我也没有想到过会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，本来就已经觉得很荣幸了，因为我做事比较不心急，觉得要一步一步比较扎实，带给大家该带去的能量，就是关于人气这一方面，希望大家关注到我的作品啊什么的。下面是我们收集的一些粉丝的问题，可以让刘海砍条吗？其实我刚才上一秒在化妆室的时候还剪了一点点来着，可能早上起来脸比较肿，或者是眼睛比较肿，我就想让刘海遮一下，所以这是鉴于我脸肿和不肿之间的一种转换。好多呀，最近比较想去的就是日本还有泰国，好吃的比较多，我就特别想去。有没有觉得你哪里的气质最符合发型？可能遇到比我小的，就是我特别想照顾的小妹妹，那个时候就可能比较像大姐姐。我在听你的十二首唱高潮部分的时候，就特别有那种发型姐姐。其实我很多朋友都说了，感觉你录音出来的声音跟你平时说话的声音是不一样的，比如说我说普通话和说掉普通话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，就可能突然一下比较正经，别人接受不了。自拍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搞怪的那种，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扮可爱的那种，撒娇就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。这个是你们来定义的，对吧？我反正平时就生活中比较直男。个子高一点的，然后阳光一点，性格是比较谦虚的那种。平时晚上冲浪的时候会不会看粉丝的留言？最近的一个表情包是我在那个完美的餐厅编的那个蝴蝶，然后一个。如果让你问粉丝一个问题，你会问什么？如果开玩笑的话，就是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如果是走心的话，就是你们开心吗？觉得金牛座有点固执，他们不是都说金牛座抠门吗？但是呢，我经常是请朋友吃饭的类型。吃对于我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特别喜欢跟朋友分享好吃的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 no， 但是在固执方面就是比较钻牛角尖吧。如果流落荒岛只能带一个人，流落荒岛对我来说啊，最害怕的就是没有吃的，你还让我带一个人，他还得给我抢吃的。特别喜欢跟朋友分享好吃的。那带吴镇宜吧，他只喝奶茶，
其他的什么都不用。所以荒岛如果没有奶茶的话，他就不会跟我讲其他吃的。混乱的，学了一点皮毛而已。哇塞，你千万不要考我这个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拼不出来。你是弟弟啊？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这是英文，是 No one care。我就感觉这个字，我英文也不好。一分整个冷下来，就下最后一个。哎呀，不知道呀，大哥。一五五一，一五一，一五一，哭唧唧就哭唧唧呗，还一五一五一。我要见到有人在我面前这样子，我会一个巴掌我就扇死。第一首就是凯琪姐的《给十年后的我》，这个是我近两个月以来洗澡每天都要听的歌。还有一首是那个《海洋之心》，那个是我两年前的时候每天洗澡会听的歌，就是洗完就充满了力量。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整个人，然后对，一直就是你这个的状态。其实我觉得我的粉丝就是跟我是一种感觉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平时黏黏的。我吧，然后后面战斗力很强，该有力量的时候就特别有力量。其实我特别不擅长煽情啊，因为我喜欢写东西，但是口头表达就是挺就是我会很害羞，对对对。然后我就如果口头表达就只有四个字，辛苦你们。